愛情其實是最浪漫，但亦都是最現實的。所以在今天我們這個愛情故事裡面，大家就會見得到有開心啦，有不開心啦，有吵架啦，有出賣啦，有離開啦，有重逢。而在我們的這個愛情故事的最後一個章節的最後一隻歌裡面，我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珍惜。如果你們都認為你已經擁有著一段值得珍惜的關係，那我很希望你們就是去珍惜你愛的人，以及我愛的人，以及愛你的人。在這裡送給大家今晚的最後一首歌了，紙牌屋送給大家，希望大家留意這歌裡面每一句的歌詞。殘忍的人生中，渴望有情人與共，可記得找到他，你曾如何地放鬆。如今的危機中，要是綿羊學懂珍惜那牧童，總能包容他掀起那份痛。從前你俩為什麼執手起誓，難捱的關口請你記住原委，努力保衛同林了，要是害怕半路墜毀，不只要分享所有美麗，愛美在一起道上一切，難道回望這半生收到默契，忍心作廢。塌的一秒钟，你们为何在抱拥？迷失中，寻错中，岁月无情，或者增加了裂缝。山穷水穷，冲不走那份勇。从前你俩为什么执手起誓？难捱的关口，请你记住原委，努力保卫，年年岁岁万万妻终是尽毁。可想过纸牌屋里你自愿留低，原地里再砌。手起誓，难捱的关口，请你记住原委，努力保卫，人人已放下伴侣，再换下位，通通也亲手打破一季，你看着有没突然惭愧，然后回望这半生收到默契，不忍作废。